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精选栏目，我是王湘云，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了。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第三届招商地产杯中韩对抗赛的第二轮，由韩国棋手崔哲汉九段执黑对中国棋手陀嘉熙三段。那么下面我们就去现场看一下实战进程。
好，欢迎回来大棋盘。那么我们欣赏这局棋，崔哲翰九段的黑棋，黄嘉熙十三段，新小目走。其实黄嘉熙他是三段的这个，只是因为他不参加这个段位赛，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怎么段位好像确实有点低哈。他是因为他不参加段位赛，所以呢，升段，中国这个方面是升段的途径呢，是一个是段位赛，另外一个是靠奖励可以这个获升为，比如说你拿了世界冠军或者两个世界亚军，都可以获升成为这个九段。所以这个陀老他不参加段位赛呢，就可以也是一个他的语言吧，就是他肯定是目标是奔着最终的那个九段的。至于这个九段是怎么得呢？大家也都知道，走这个，它是最终的这个终极目标。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世界冠军啊，有可能还不如国内冠军这个竞争的那个更激烈程度，还不如国内，因为国内确实是人才济济，特别难下这个比赛。然后这个陀嘉熙陀老呢，他在这个国内赛场的比赛成绩还是相当的好，是我记得他去年就进了四个比赛的这个决赛，今年又进入了这个棋圣战，也是中国这个目前规模最大奖金最高的这个赛事，进了棋圣战的决赛，非常了得这个实力。白棋连了中国流，黑棋走这个呢，也是在我印象里面是那个古力九段横边棋盘下，他就喜欢这样的时候站这个，也不是去挂角的，就是走这个，还是要在这边形成这个小迷你的这个样子。其实这个棋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黑棋的配置是效率最好的，所以就要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套路。白棋中国流，中国流也很流行。黑棋呢没有去连片，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呢，拆了这边白棋没有分头，心情上肯定是想要连一个的，就是继续扩张。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出来，其实黑棋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要扩张，它只不过是这一手棋认为效率最好，它把每一手棋的效率都走到它认为是最佳的那个点上，这样子呢一盘棋下来的，因为那个每一手棋的配置都很好，那么自然这个棋的效率就提高了。就是他这个想法，就是不是来看一个整体的，而是拆开来看每一手棋的效率。他是挂了之后飞，挂了飞，白棋也脱先了，他现在是走了这个挂角，先挂一下看看。这个就是常用的，因为在飞的时候现在没有定型，就是白棋没有马上要尖，虽然说这个尖角也是很大的一手，但是通常呢会有挂这边，比如说你如果走这个的话，那么我在小尖，你如果还拆二，我就可以飞角。这是一种就是先问对方意图的一招，因为以后如果比如说这边不大，你还是挂这个的话，对方肯定是会尖顶的，所以这个棋要先挂着是应手。所以现在他挂这个呢，意思也是一样，你如果硬在这里呢，我就尖一下之后继续走，他实际上硬在这儿，二尖低加。对于这个配置来说，二尖低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前都喜欢加近的，然后后来现在流行的呢是加远的，远一路。白棋还是尖掉，然后再点三三。那么在过去如果是加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尖低加的时候是怎么下的呢？这个棋白棋是搬粘，搬粘了跳出来。在过去呢是这样子，黑棋为什么说讨厌这个棋是加紧的，是原因是由于有白棋这个加的这个借用啊，白棋以后打入进来黑棋有点难受，就是在这块形式要请消或者打入啊，这个棋你如果逼住它，它这地方主要有加，有各种的这种借用，就让黑棋很难受，觉得怎么硬都不太好。你走这个它也可以拖，
就对方有这种气，而且呢，如果说他觉得这个地方的，比如说这里把黑棋有子，他觉得打入已经不是很好打的时候，他先冲你，黑棋也觉得自己的效率不高，因为你在这地方必然会下成这种样子。我们可以简单的摆出来一个假设图，如果黑棋下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家总有种感觉，就是黑棋这个棋这个地方太窄了，然后呢你在这边是竖起来一道墙，这边你也竖起来一道墙，可是以后被人家贴起来的时候呢，你这个地方还是很难受，你继续跟着硬就越走越难受了，就感觉这个效率不高。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想下成什么样子呢，想加远一路，然后也下成这个样子，这是黑棋的想法。这样子的时候你再尖冲过来，和刚才一样的话，我这地方宽了一路，明显要好。你这个打入进来呢，你这加完之后也没有马上就能度过的手段，黑棋也不怕你。然后你上面如果是跳呢，我也是点了之后可以跳回家，就也是保持联络。所以如果是白棋单纯的点三三下成这样呢，黑棋这个走远一路是要便宜一些的，这个是黑棋的意图。所以白棋呢从这个有了这个二尖低加这个变化之后啊，大家对它进行了研究，尤其是这边是这样子的配置的时候，更多的时候黑棋长的时候，白棋就不是去下这个所谓以前的这个定式搬粘了跳了，而是直接爬，这是可以说是现在定式的一种变化的分支，直接走这个。有一种下法呢是黑棋还是长，就是你爬我就长，你再爬的时候，因为白棋这时候还是不肯搬粘的，如果搬粘的话这下还是损，白棋的意图就是不搬粘，让我这个子啊还有一定的活力，是这样。然后黑棋如果搬呢，白棋再搬，你如果现在退的话呢，白棋已经可以脱先了，就不需要再走了，或者再走一下也行，继续走你也很难受。这黑棋是如果搬住的话上面有断，这边整体变薄，如果退呢木鼠就亏了。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子的位置实在是有点太尴尬了，那子为什么你至少放到高位上也好一些，或者没有肯定是最好的，你这子放这儿也好，现在这个子走到这个地方扁扁的，以后还要被人家点，这个形状这个效率就肯定是没有什么发展的，这个不行。所以如果像这样呢是不行的，所以黑棋是要争先手，想要粘上，他意思就是你如果长出来呢我就脱先了，这个局部我就收获了先手，我就可以走这些一个形式的扩张。白棋呢也下一手也就是搬粘，或者白棋不搬粘脱先的也有，就是不下这一下，一般是这样，然后就在里面开始这个打入了，就各种的现象，上面的定式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这手搬呢很大，但是暂时来说大家都觉得不是特别大，这个地方对于这边来说跟空旷的地方比，这边肯定就要相对来说留到后面一点去下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下实战的这个扳，一般来说黑棋这个退呢还是稍有不可能，跟刚才那样下的话还是要想现在就扳它。白棋如果说断了这个棋，黑棋是不怕的，黑棋就退出来不怕，你还是要搬粘，你这个脚被我一搬粘的时候白棋就没有气。不能搬不能断，这些如果搬的话，黑棋如果长是一种下法可以。还有一种就是粘上，跟刚才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就还是你如果退呢，你如果长出来呢我还是脱先跳这个，跟刚才的意思一样，就是上面这里啊，由于我这地方已经摆了一个叉二，我认为上面的价值就不是很大了，所以我就不急着去退这个。这个棋有这样下的，也有就下到这里的时候白棋搬粘，或者对，就是搬粘，然后白棋脱先，白棋也不走了，白棋也就是这样就是挂进去，也有的。那么这手棋呢将来也是一个就是在很大的地方都走完之后相对大的一个大场，是这样子。他们这盘棋的实战呢，崔真还没有选择粘上，其实现在如果粘的话可能白棋会选择单长，你跳起来之后我再从这边想办法这个打入，他实战是退的，退这个白棋爬黑球长，
这个可能是这个，因为中国和韩国毕竟对于棋上面的有一些认识还是不一样的，可能他们觉得这样子呢黑棋就满意，选择了这个变化，不然呢粘上。那么这样白棋呢就如愿以偿的走到了先手，就是跟这个单搬粘呢跳出来相比呢它是先手，黑棋呢把这个地方呢还是这个就是势力啊感觉还是很宽广的，整个把这个头封住了，所以可以说双方呢都互相做略，就是都得到了自己想走的东西啊，接下来就看他们在这个地方该怎么样走了。嗯，这个棋看到现在呢就是这个子的位置呢是低位，如果他的是高位呢白棋可能就会直接打入，这个就没什么犹豫的了。由于这个子的低位你直接打进去拆呢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满意，因为如果高位的话底下还有漏风，那低位呢他就不想走这个。实战呢陀佳熙走了这个，选择从这个方向来这个破坏黑棋。实际上现在选择的点也很多，一个呢是就直接走这边让他跳，然后我拆二，他觉得这样不满意的原因就是黑棋肯定要攻过来白棋，那么黑棋这个中央的一带有可能是个潜力非常的大，白棋不想下的太过于这个就是有点偏了，就是想要继续走的均衡一些。其实这棋尖冲一个呢也可以考虑，当然他还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问题，就是黑棋这一路之隔呀让这个白棋有一些不愉快。如果这样呢他觉得也没有走到什么东西，就是马上来看白棋这几个子是飘在外面的，也没有什么目数，对于黑棋来说黑棋这还是很大的一个形势，将来走过来围控也很大，可能是这个考虑他也没有尖冲，选择了这个打入，就等于算是这个一招走进来之后一方面破你的，我有可能还要攻击你这个子，当然这是白棋的设想。嗯，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是跟这个他的棋风也有关系，陀佳熙的棋风也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好战的，就是当然这个战斗呢我觉得跟像姜维杰啦古力九段这样的还是不太一样，他也是就是很注重实地，然后有的时候善于找到对手的这个弱点，然后利用对方的这个弱点来借用啊来进行便宜各种的手段吧，就是手段是很就是下的棋让人觉得就是变化很多难以琢磨的那种，还是确实是很强的实力。实战他走了这个，我们看他的选择，黑棋走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你不走的话下一手一飞这个就还原成那个二尖高挂加这个定式了，这就是还是要抢先一手把头抬起来，白棋跳一起点一下搜根，这个一方面搜根一方面也是使自己的实力加固一些。你这样呢看起来白棋这四个子其实挺重的，这几个子呢不能就是说是感觉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眼位，然后也不太好就是转身，如果就这样傻跳呢有点心里面总有点不愉快，好像也没走到什么东西，于是乎白棋的下一手就是尖冲，他希望黑棋还跟刚才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走完了拐，这样是白棋的如意图，这时候白棋都不需要去走这个，直接从这边走攻击黑棋这个子就可以了，这边已经把黑棋的这个压到了二三路上，实地在这边呢黑棋已经没什么发展了，白棋的如意图是这样，所以他尖冲，但是他的对手这个崔哲翰九段也不是那么好占便宜的，他也是一看这样哦，你的意图是这样，那我肯定是要反击的，所以黑棋呢就走到这个要点上，就接下来就产生两个点，白棋是一定要挡下去的，不然你这个尖冲就没有意义，可是如果你挡了呢黑棋这个跳又特别大，这样现在这四个子如果再被白黑棋加一刀的话，这个棋感觉上很难出头了，被封在里面了，
可你如果出头的话，你这边其实也没走到什么特别的，你也不好出，你拐或者飞，也不是特别的舒服。这个棋你出头，就头被我镇住了。但是白棋的这个选择呢，就是比较针对于实地，因为他毕竟把这个棋方给冲下来了。对于如果将来把这个地方全部打掉的话，这块又处理好，这里打掉的话，那么黑棋这一道就是摆的这一排子，那就没有什么大的作用，那白棋是成功的。所以我们看白棋接下来手段呢，就是他先把这里呢没办法应了，先暂时暂缓这个地方，先放一下加。你如果搬呢阻度的话，现在我马上很快就可以处理了，我就打赤线手胡一个就处理得很好。黑棋呢也不愿意尖，黑棋尖了一手，分段白棋，还是要揪着白棋这个。那你就比方你往外逃，我一走，这就是一，白棋两边就很难兼顾，所以白棋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处理呢？也是，哎呀，看上去也是很难。你如果就这样度过呢，有点心头实在是不甘心，这还要被人家唬上，就是感觉形势外面都是黑子，这所得太小了。我们看白棋的，他先走了一这个，这个呢是一个眼形的要点，黑棋顶住他。白棋暂时在这个地方没看到有什么手段，他又脱先了，他又去跳。这个地方感觉上呢是这个白棋啊有一些忙，就是这边呢也欠一手，好像这边呢人家走了之后你也没看出来一下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段，总之就是不停的在逃跑。接下来黑棋这一虎，使黑棋的这个棋形是非常的完整的，这个虎口虎过来，你将来要逃跑呢，要么拐要么尖，对黑棋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你只是单纯的逃跑了。现在白棋跑呢一下子也觉得不太好跑，这边还有一块呢，所以他先处理这边，飞，这个一定要出头的，不能渡回去，一定要走回来，想办法怎么样可以，比如说利用弃子包扎一下啦，或者是，总之是走到外面，就是把这段哪怕弃掉，也要把棋走到外面去。实战是搬断，这个断是必然的，一定要分断它，白棋倒贴。黑棋打吃，粘上，冲。感觉上呢，白棋的棋形是有一点，就是到处都是断着的，这里还被断，这边也被这边冲下来了。但是他还是依然这样下。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不能去贪吃这个。如果有些这个棋迷朋友看说我这个把你吃了先手不是挺好吗，把你这个地方都破了，破是破了，可问题是我这里有了子之后，你这个逃是不要想逃出来了，就基本已经死，你走这个我就靠死你出不来了。那么这个等于是你这里是便宜，但等于我这块棋啊少花一手棋就把你吃了，没封你，你自己死了，这个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占，一定要粘。这黑棋如果吃这个，白棋就可以从这里吃了，这个太爽了，把黑棋吃成一个大包子。黑棋煎这个，这个是好棋。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死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白棋粘，就局部杀而言，黑棋虎，这个杀气会成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如果是走这个的话，黑棋不能紧这个棋，紧这个棋被一扳就死了。黑棋这个时候有两种下法，就走这个就可以。你收气，我就打吃了一档，这个黑棋就把白棋吃了。当然白棋也还有一种的，白棋是扑，你扑的话我就粘上也不行，当然黑棋不要去提这一下，就直接粘上，白棋也死了。这个地方呢就是黑棋一虎到这儿，局部白棋是死棋，
就粘出来呢是不行的。嗯，也可以看到黑棋的收获也是非常的大，把这个地方都吃了。白棋点，白棋点这个，其实它就是这个地方你蒸不掉它，它还可以跑，所以它走这个你粘的话它就吃掉，它这样的一个考虑。黑棋也没有去粘，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五个子啊已经不是很大了。把这个跳出，刚才我们说这地方差一手棋，这地方有逃跑，我现在一跳这四个子肯定死了。我们看黑棋从这边基本上可以说小半个棋盘都白白白棋吃了，这个效率也挺高的。嗯，白棋现在如果去断吃这个呢是可以吃掉，但是感觉上呢也不是特别的大，毕竟是空间大的地方还很多。白棋继续脱先，继续去占别的那个大场，这个黑白棋的这个尖冲起来的这个战斗呢应该还是黑棋可以满意的，毕竟这个转换跟这边的转换有点不成正比，这里明显要小，所以白棋也要想办法。下来这个地方白棋不想办法不行啊，白棋就使出了特殊手段，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可以省一手棋吃黑棋。比如说你说我想联络，我搬一个，它反搬，你打吃，我就一长，这里卸下来，你如果吃这个，我打了一蒸，你那边就被我断了。如果你粘上的话，我就把这个棋粘起来，这样就是使得我这手棋呢，这个断这个子啊，永远都不走了。我把你这里直接鲸吞，我就不走这手棋，这白棋的追求，它就碰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看黑棋的，碰到这个之后啊，黑棋走的也是格外的凶狠。我觉得这个棋也是体现这个崔哲翰的这个个性的。本来大家说他是崔毒，就说他这个棋下的比较狠毒，这个有的时候过狠哈，这个招法。在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这棋是走什么的。本来正常的感觉上也是应该硬在上面，就是你硬下面呢是不太好，硬上面吧总感觉正常。这白棋也就是走这个。啊，白棋首先是白棋，一个是可能他会断，断你不能走别的，他打出来你只有走这个，他再打一下。但是这样也就还好了，即便以后他顶出来的话，那就是再战斗嘛，也不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肯定觉得这样不愉快，被一断，所以呢，他就脱先了，直接脱先。在这个碰的时候黑棋居然是脱先的，我觉得这个大家也是不容易想到吧。这个棋粘起来，粘起来这个时候发现白棋有好棋，他把这个粘的时候呢，因为这段他想贴出来，可是白棋呢可以先走一下，使得你这个立下去变成后手。这招棋是好棋，这招棋是可能我估计黑棋是忽略的一招，你只有走这个，那白棋先把自己补上。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啊，顶和这个粘交换之后，这个粘就出现了，这个粘就有棋了。比如说还是按照刚才的收气，走这个黑棋一打，嗯，不知道他这个地方是走完这一下之后白棋一吃，黑棋现在斩石啊，黑棋斩石也没有关系，但是黑棋现在的下一手就他立了一个，就把这个棋给走出这个必须得补的手段了。他立完之后这个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粘就成立了，是没有办法的，这段紧了一起，所以他这个走这招很奇怪啊，走完这个之后不要走就好了，继续走。这个地方是有味道，但是刚才展示一下呢好像是也不成立，马上粘上是不成立的，他是粘是立。再一走，黑棋这个棋下的是过于凶狠，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棋啊完全置于就是脱先一手，完全是，然后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补后，当然这手棋很大，因为
走这个的时候，你如果搬，比如这里没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冲了打了之后上面的一些借用，这个是很大，但是暂时呢没有齐，没有齐还是不应该印的。这个立下来分段白漆，只能说是他自己的这个奇风所导致，他就是要下来这么凶狠，这个非常的凶。走到这儿之后，他的意图其实就是把你分段了之后，你这个也被我带着跑。但是当然这样子的棋其实是白棋欢迎的，因为白棋刚才我们讲他不愿意吃这个，已经想到去碰这个了，黑棋总是应该先处理这边，这个以后再占。现在这样子啊，白棋搬，等于白棋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两手棋，黑棋现在就是一心一意的处理这一条，因为这块是不能死的，这里太大了，而这里呢是可以死的，就这两个子呢相对来说小一点，这块太大，处理。倒是白棋黑棋也不难处理，他实际上是搬，站上这时候也是不要去乱打吃，打吃都是俗手，在这个时候你打吃这里，黑棋这样打的贴是先手，那黑棋的头就走到了外面，你只有在底下去联络，这个不好。如果你打吃这里的话，人家一粘上你再挡的话，他一断这个就把这边就都活了，这样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单粘是最好的，因为他首先他不能走这个，这个被吃了，他只有退。那么我的选择呢是可以打吃了之后挡是可以，顶一个也是可以，总之就是把它分断，所以黑棋也不会马上在那走，他还是要保留，以后就退一个就算了，就活这边就完了。这个地方呢要出头，出头到这里呢，白棋现在呢吃了一个，补了一个，白棋黑棋走出来。其实白棋说不定应该走这个，还是顽强的把它封住，这个地方就是在跟他一杀。他如果走这个的话，我就打了顶，跟他一纠缠起来。实际上白棋这个选择就显得有点简明，就是黑棋这里呢现在是欠手棋，但是黑棋肯定是没有时间去处理的。由于黑棋这边的收获特别大呢，他那个地方是可以死掉的那个目数，但是他这一块是不能死掉的，他现在必须要出头走这个。这样子呢，黑棋就是跟白棋形成了一个基本上是均势在逃跑的这么一个情况。黑棋的眼位不是很多，白棋呢就是这里一排，然后头在这边，两个人都向这个地方出头，基本上就这样子的一个格局了。但是从这个目数角度上出发的话，这个黑棋的获得还是太大了。这一边的感觉，我们点点目。12首先是在数16 11 18 19 20 21 22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3 53 54 56 75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这个地方感觉就要有70目的这个收获。还是白棋在外面一眼看过去，你把这里吃了最多40目也不会有太多，太大了，这边70目，这个还是在布局阶段白棋的这个点看来是有些过分，被黑棋反击了之后呢，白黑棋的上边虽然说是也是被白棋连走了两步，但是黑棋整体来说还是好处理的。刚才我们说黑棋这招棋太狠了，其实黑棋如果不走这招，我感觉应该是更好。他实战呢是走了这个，点一下，白棋必须得粘，这个太难受了。这种一般人家走到这儿，你必须得这里有蹄，这个子是被吃着的情况下，居然要粘上，这个形状来说的话是非常不愿意的，这样被他白便宜。但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你如果准备煎出来的话，对方有这个戟，你走他就把你断了，也不好。这个团基本上是一个无奈之举吧。你现在反击呢，暂时也不太有利，因为对方这个一粘，他就可以先走。你比如走这种，他这个局部一粘上，你走他一度，已经不能吃他了。你走这个，他都连上了，就全都被他联络了。白棋也不能接受，只好粘。那么接下来的黑棋这块处理这块棋就是
走完这些便宜之后呢，刚才我们说了黑棋的实控是整体领先的，接下来就看它怎么样可以把这块棋成功的制孤。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实战，再看一下他们的进程。
欢迎回来大棋盘，我们继续看棋局。刚才呢，白棋是团了，没有办法，只好这样。黑棋的下一手呢，没有马上在这个地方定型，他先选择了这个地方搬。这个棋比较机敏，如果你提的话，将来我一挤呢，白棋的气就会变得很紧。那白棋如果团这个呢，黑棋等于就是牵手把白棋这个眼位给破掉了。就本来白棋这地方，如果你光打吃这个他提的话，这个地方白棋是有这么半只眼的，现在他是等于把这个交换掉，使得白棋呢也没有眼位了，是破坏白棋的眼位。那当然现在等还是问问题，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呢，还是有靠，所以他暂时在这边下棋呢不算太好，他飞到这边贯穿这个意图，把黑白棋的眼灭之后啊，白棋跟黑棋实际上是互逃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不存在谁攻击谁。走完这个之后，大家看他把这个地方就已经补上了，刚才说这里有靠断，现在这个靠断就没有了，所以白棋一定要补这个了。那么黑棋交换一下之后，就可以把头争过来，这样的争过来之后呢，是黑棋的比较畅，这个棋从这边转过来，白棋呢还是吃了这个，这个目数呢大致就是吃了28，还有30，3一算4，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40目，这个地方吃掉了黑棋40目棋的实地。但整体来说的话，加上这里50，中间会有一点肯定是做活几目棋，然后这边要成10目15目，差不多才刚和黑棋差不多。所以从这个转换，就是这个地方摆着白棋吃掉之后，黑棋的实地上还是领先的。现在白棋把那个吃了，黑棋飞过来，黑棋把这块棋只要走畅了，然后再把白棋这个地方让它不要乘出来，刚才我们说白棋这块只要不比黑棋多乘15目，黑棋的实地就是优势的。继续攻击，下到这个地方呢，白棋也觉得向前逃的这个路呢不是很有意思了。就比如说你往这边走的话，这里太厚了，人家走下来眼位依然是看不出来，没有什么太大意思，所以他实战选择了就是在里面呢先走一些眼位。另外呢，是这个棋如果你不去补的话，走到前面的话还要防人家有可能会靠断你，靠这个或者靠这个，靠这个，所以这个尖也是这个补强自己的意思。黑棋现在也不太适合去扳住它，因为你扳住它的话，人家这个地方就活棋，比如说就把这个扳一下之后走活，白棋走活了，黑棋这个地方想要单纯的成空的话就没什么意思。它实战是虎在这儿，一方面破白棋的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自己这个地方有了眼以后，整体黑棋也变厚了，不像刚才如果是单纯的扳住这个的话，白棋扳一下把白棋还可以就点不到，他单扳之后白棋就算走一个，这以后是挤了吃，这都是白棋的，然后黑棋这块棋就瞬间变薄了，如果你在这边继续处理的话，你走这个也争不掉人家，人家长这个也是先手，局部的处理就不知道下什么好。然后你自己关键是没有眼了，以后你这样的挂角或者打入的棋都不能随便下，比如说你走个这样的棋，人家把你分断了之后就是瞄着你的这个大龙死活，所以这个眼位还是很关键的。虎上，白棋呢是飞，比跳一个稍微好一点，头可以撇出去一点，
至少让黑棋走过来的时候呢，联络没有那么的安全，这样有靠。黑棋吃一下，其实黑棋吃这两下倒不是很便宜，这几下棋可以完全保留比较好。就是心情上黑棋很舒服，把这地方全都走的铁一样的厚，这什么棋都没有。然后现在挂角，因为黑棋这块棋已经有眼位了，这块棋基本是活棋，就没有必要说在这个地方继续下了，所以现在挂角。挂到这一步，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目数的问题，这个白棋呢面临的就是这个怎么样可以把实地给追赶上来，所以白棋的下一手把这个爬回了，这个也比较大，差不多获得了1 2 3 4 5 6 7 8 9 10 11，如果被黑棋拐的话，这棋差不多有15目棋的价值。另外是如果黑棋拐到这儿的话，还存在着眼位的关系，就黑棋自身还多了眼，所以爬这个呢，一方面去他的眼位，让他这样就是一只眼，将来我这种都是先手威胁你。另外就是因为你把我这里的实地破了，我还要保持实地的均衡，所以我还是要求这个空。黑棋脱退，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啊，感觉双方就是因为一个是木头上的较量，一个就是厚薄上的较量，不要把自己下太薄就可以。黑棋拆出来，因为你这个时候走这种的话，人家还有这个不便宜。黑棋其实如果说简单的应对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是搬一下，然后拆一个就安全了。这个棋你这块只要安全了，这块大龙肯定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白棋还得补自己呢，黑棋还可以继续粘官子。这样子收下来的话，感觉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白棋必须要在这一个局部比黑棋多15目，这个肯定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因为黑棋本身都有目，把白棋所得的目数跟黑棋的目数一摘掉之后，不可能多出来15目棋，这样会比较简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崔哲翰的毒蛇本性就显现出来了，还是下得非常的凶狠，有的时候过于狠呢也未必是好事情。打弱这一招呢，就是直接下来要把这个子分断，意图就是这里没交换，意图呢就是要把你这个子走得很惨，把你这个目这里的目数破掉。其实单纯的从目数上看呢，这地方也就是15目，跟刚才黑棋在这个地方一走一个，再走一个，两手相比啊，目数其实没差多少。白棋现在拆一个小一，我们就发现其实白棋这个棋不容易被攻的，局部上的这个眼位还是很丰富的。黑棋好像刚才那样子比较简明，他实战就是想要跟人家作战，开始了这个新一轮的这个作战计划。跳出来，跳出来之后瞄这个点，下一步有点补一个。黑棋现在呢，对于这块棋啊，其实是不应该有什么太大的想法的，这块棋人家就是活棋，白棋是活的，但黑棋也要把它分段，分段了目的呢是为了让自己变厚。尖退，像这样的尖呢，如果白棋是活棋，白棋没必要下，但是他现在必须要求活，所以得损这一下。走完了之后团，这也是不得已的，为了这个活，下一步呢有粘了这个之后冲过来的手段。黑棋踢，黑棋走的还是很愉快的，把它弄断了之后自身获得了一些目数，加上加厚了，关键是现在点尖这个。其实就是现在的下一手棋，是我觉得黑棋肯定是也是后来非常后悔的一手。他实战是去冲了这个地方，吃了一个后手，差了非常多。就现在黑棋可以抢先动手，对于白棋这两个子进行一个威胁。至于这个动手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要么就是从这边走，要么从这边走，总之就是威胁他一下。他实战冲这个，就是这个冲是以后都可以走的，白棋不可能去逆收，白棋逆收无非是粘上，这又是一个后手，不大。他实战呢想的有点简单，他以为这个棋呢走完了之后啊，让白棋难受，白棋如果要不做活，必须补到这儿，这个棋不能接受，白棋这个虎了一下，这个棋白棋不能接受，就不要这个棋要补到这个地方去。太难受了，在自己的地方补了一目，而
而且关键的是这个棋啊，白棋现在是有什么，他其实可以先向外面去出头，因为他局部一手就可以活。你破我的眼，你就算是点掉我，我将来一手还是可以活。就是白棋这方的眼位呢是很好，已经一个铁眼，然后你破我，你是后手破。你看现在白棋一点这个，大家就发现这棋变成白棋主动出击了。你如果说分段我是没问题，我就做活，那跟刚才相比的话似乎是差了一手棋。你在战上现在该白棋下了，刚才黑棋不冲这下的时候，这地方都没有的时候，该黑棋下，黑棋走什么都比白棋先动手要强得多，你就点一个就可以啊。这是黑棋可能没有想到白棋这个时候不去做眼，而是选择反击，这个是非常机敏的，也是非常这个犀利的感觉。如果下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人家搜两下就当作是他的权利，然后就硬的话，这个棋因为现在本身黑白棋的实控并不领先，如果还没有这种敏锐的这个感觉的话，那这个棋很容易就进入黑棋的步调，棋盘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少。实际上这个点就是搅乱这个棋局的一个好棋，这一点让黑棋难受了。因为什么，你如果粘的话，我这一贴就回来了，这块就跟这块联络，那你就不存在攻击我的问题了，那黑棋是不将来还留个自己有可能被冲断，黑棋不能接受。那个问题还是你如果走这个的话我活了，你还得走一后手，黑棋也没法接受。黑棋实战呢想走的好一点，他走这个，同样是补，他想补的高级一点，就是如果你走这个呢我就走这个，是吧，你要活那我粘上，也比单这样强一些，扳老了一下，他这样考虑走这个。没想到白棋这个地方居然是从这里出来的，这里出来是确实没有想到，白棋是从这边冲出来，这个战斗的力量太大了，从这边冲出来，这样子一来呢，由于这里有冲，所以白棋这一块已经不需要补棋了，就你断我，我再补一个就可以。黑棋呢还需要跳，白棋从这儿冲了几手之后，其他的目的就是想把棋局给搅，就是变化更加的复杂，然后可以乱中取胜嘛，一般说就是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呢找到机会，现在就是白棋的机会。当然白棋的下一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才华的一手。一般看这个棋形我觉得第一感就是冲断，冲断呢现在一看啊杀不过黑棋，因为人家粘这个是先手，黑棋是联络的，冲断是肯定不行的。那不能断黑棋呢就肯定要自己活，那自己活是不是就是这种二路六边活，这是普通的着想，普通着想肯定不行，这棋黑棋就顶一顶然后尖过去，这个目数上白棋就不足了。实战靠在这儿，好棋靠这个，意图是你如果比如说走这些棋的话呢，我这个冲断过来就强得多比刚才，然后关键是我可以搬，这段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冲断过来的这个力度整体都不一样。黑棋搬这个呢应该也是第一感，就是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你要冲断我，我是一个虎吃的棋形。白棋现在呀就不去冲断它，白棋现在呢是利用这个岩石呢打了一个将冲这个，这个打将按道理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居然因为这个地方打将而产生了巨大的关系。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棋确实是当时他冲的时候也一定是意想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运气的一手吧。这个冲完了之后产生了一个超级大劫财，这个你如果直接宰劫的时候冲的这个劫人家是不一定硬的，你逃也就是逃这几个，这样子之后这一段吃这一提起来可不得了，这开关接的这块，所以就产生一个超级大劫财。那么这个超级大劫是要干嘛呢，就是要这里打劫了。如果说陀佳希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已经预谋已久然后冲了这下的话，那我觉得确实是更加的厉害，这个地方看得那么远。黑棋打吃是一定要把白棋给分断的，再一打，白棋如果立就中计了，人家粘上这个还不如单漏一个呢，一定是要恰打的，他先冲一下，黑棋一定是要联络，
推过来，再掐打。看到这儿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这个棋怎么黑棋变到进到白棋的这个角里面去了呢？这个棋能活吗？这个又会不会有危险啊？对黑棋呢也是很多的未知。实战他是走这个，这个是先手，因为这个被一爬的话呢，基本上这眼位就越来越多了。打，顶一下也是先手，挤一下也是先手。嗯，感觉黑棋的这个眼位就扩大了不少，以后白棋跳黑棋可以冲了。然后他现在拖，也是在做眼，黑棋现在就是一心一意的把自己的眼位做好，这个棋这块就要活了，因为它同时也是活在白棋的这个实地里面的，那么黑棋的实控呢就会不保持领先。拖这个他希望黑白棋一活他再一退，大家就可以看这期黑棋已经活了，你怎么走我都是活棋，跟这个劫没有任何关系。黑白棋在拖的时候又下出了好棋，这个棋冲，这招是不容易想到的，因为一般也就想这个棋搬不下来，人家断了以后双吃，那就是虎这一招，除此之外没有，但是人家这个冲是好棋，这个时候的好手。如果你冲，因为黑棋还想跟这块保持联络嘛，总是要联系起来的，冲这个的话白棋就粘，这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如果你现在是挤的话，我等于是先手把你这个断了，你这个要连，这里也是问题，这个一下就看不清楚了，这个棋先手把你这个断，你粘这个呢也不行，我粘一下之后这一提你这不敢粘上，变成结争了。冲一下是好棋，也是在这个时候不容易被发现的一个妙手。实战黑棋呢也无奈，他就只要走这个，就是你如果打吃我就粘上，我反正这边呢就全部把这都变成空，上面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了，你能杀就这样，应该是杀不掉的，这样子的话不可能杀掉黑棋。实战白棋团呢也是好手，这个地方团下棋下的都很漂亮，可能也是人那种状态，就是发现形势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筋就绷得特别紧，然后各种的手筋啊妙手啊都可以刷刷往外下。如果是形势好那一方呢，相对来说就会保守，偏于保守一些，然后就想着对方有可能就是安全运转的那种下法。所以这个是进攻和防守方不同的地方。实战下的很好，就白棋这个一团，这个时候感觉这个局势真的是很乱，黑棋这里欠棋，这块棋只有一个眼，这个地方有没有眼呢不知道，感觉白棋一下就把局势给搅乱了。本来刚才我们说黑棋就搬了一拆的时候还是很简明的，这个棋现在是很乱。你走，必须得联络啊，这个你死了的话实地也没什么可争的了，紧上气，白棋一夹好棋。这个地方黑棋这么大一块大龙都死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棋还得活，他打吃又形成了一个打劫，这劫的概念就是如果白棋打不过要提呢，黑棋就从这个地方一拐吃，然后这个地方粘一个是先手，再把这个棋吃掉，就是可以保证这地方可以做活。白黑棋走这个，白棋现在提劫，提劫的意思就是你如果冲的话呢，我还可以挡上你，给你打这个劫。提劫黑棋，对，现在是这样子的。现在黑棋粘，黑棋粘的目的呢，就是要那个做眼了。这里开始做眼。你如果冲呢，我就再提劫，你走回来我一吃就活了。但是之前这里说的酝酿已久的招法就出现了，而且现在开上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劫应该来讲应该是全盘非常震撼的，这个棋简直就是超级劲爆的一个劫，这个被提了感觉瞬间也结束。但是白棋呢，它就是因为它有个劫材，刚才这里说它有这个劫，这黑棋还是不敢消劫，所以白棋现在打上来是正好的时机，它只需要这一枚劫材可以把黑棋提回去就可以。黑棋这块呢暂时我不杀你让你活，他现在一打这个就把木树这个地方给帮住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黑棋会下什么样的棋呢？后面的这个双方又会怎么样去争夺这个劫呢？我们再继续去实战看一下。
好，欢迎回到大棋盘，我们继续看棋。上一手呢，白棋是无比凶残的把这个棋吃在这儿，这招可以说是非常的凶狠，仗着有一个劫，所以黑棋提劫，这打，这打可以说是命令性，这个提，再提，因为黑棋牵扯到自身的死活呢，黑棋是没有什么好的劫材可以去找的，是这样的，就是顶了一个。但是实际上这招棋并不是劫啊，这就去白棋粘上。如果你现在去粘这个呢，你这地方还是活不了。白棋一破这个眼，你搬这个，我可以尝这个。你粘，我就挡住，活不了这个棋。那么如果说像这样的话，棋局等于是就是结束了。黑棋没有敢，他这样子不敢粘。这就冲，所以人家走这个时候他还是这样活。那么白棋等于是这个地方劫已经打赢了，问题的关键呢是现在白棋还有更凶的下法。他这个棋因为之前我们也判断他形势不利，这一步比一步下的凶，断你吃，还要把这打掉，这下就是让你也不能去粘，因为你粘的话我提一下绝仙，这块死活有关系，你硬了，然后我再把这个棋提回去，总一算总账呢，黑的不便宜，黑棋没办法，只好踢。白棋现在不会踢那个，踢那个他粘，现在断。好处在哪儿呢？就是这棋白棋把黑棋粘上这个时候啊，白棋可以打一下，比被黑棋单粘上，将来打这个或者打这个都要莫属便宜。这是非常细腻的地方，这个棋这个地方一下子便宜了好多目。如果说本来白棋是脱先的，黑棋一粘，就是白棋吃这个，黑棋把这个粘上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棋同样还是要收这个，这个官最大，但是呢局部来说首先是有这个打劫，其次就算这样打了一耙，这个棋也是黑棋便宜的。实战等于是这两目棋白棋黑棋爬不进去，实战就有点像这个棋现在已经被白棋扑掉了，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下是扑不着的白棋，但是他那个断了打掉的话就相当于这下扑着了，这样黑棋是没法往里爬的，这个地方有差别，便宜非常的细腻，先断了再打吃，现在黑棋粘，白棋断这个黑棋粘上，白棋打吃提掉，就这个走到这个呢，应该是全局最大的一个官子了。尝，先尝之前先冲了一下，避免黑棋逆收。黑棋现在粘这个也很大，关键是粘上之后，白棋这块棋呢，如果再被一粘的时候呢，就要
回去活了，所以冲一个也是必须的。这个时候啊，黑棋下的他实战呢是没有继续走，其实可能应该把这个棋走掉，走掉好一些，逆收官还是很大的，他实战没有走。白棋这个地方打将还打了一下，他是在冲的时候这下打掉了，冲没有，冲的时候哦，冲这个的时候他应该把这下走掉再说，他是先走了这个，那以后这下就可能走不到了。这一下黑棋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进入小关子阶段了，他还是有一些这个优势意识的。等一下我们来判断一下目数，这个棋还是非常激烈，白棋踢，黑棋踢，然后白棋是又在哪里交换了一下，挤了一下，没有，白棋现在是啊，传这个，这个人家收，先手，这个是先手，走完之后把这个吃，这个非常大，刚才就说黑棋应该把人家退掉，退到这个的话胜负还难讲，他实战是走了这个，这个被黑白棋把这下吃掉之后，这个目数变得比较简单了。这个关黑棋冲掉，怕白棋逆收，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关子的小细节，就是这个棋黑棋搬的话白棋是会挡上的，你打吃我提掉粘上，这样收的话黑棋是不便宜的，所以黑棋要收的话只有冲，不然白棋是直接粘上逆收，你就要冲掉，搬是搬不到的，想把白棋搬成这样白棋是不会同意的，白棋一定是打的，冲完了之后再立，接断，这都是打将，基本上像到现在这个棋就没有什么大的了。白棋黑把白棋把这个收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点目来判断一下子了。黑棋的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六十七，这块这个地方是提了一个十八，对，十九，就算挤一下二十，这两块是二十目，看这个面黑棋有多少目。算双方立下，黑棋便宜一些，暂时先这么算。这个是没有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是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四七五七五十八，全盘五十八加二十的话是七十八，五十八加二十对七十八。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二十三，十三目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个是提的十八，这边是十八目，这个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六十七八九二十二一三十一。四一四二三四四十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六十。哎，这个两目，重新点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二九二十三十三一三四三五四十五，五十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六二六十三，这边也六十三，加十八，七十一，黑棋是七十八，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盘面七目是非常的细，这样白棋有个半目。然后黑棋呢，这个地方算成双方立下是给黑棋稍稍算多一点，因为该白棋的话，白棋可以把这个搬粘掉。这个棋看起来就是非常之细，因为刚才这个地方打掉的话，黑棋还有半目，这个没给黑棋算。一挤到这儿，该黑棋下，可以说这个棋是半目胜负啊。这个双方可以说各种的转换，然后不停的各种，尤其这个打上来的这个地方的好棋是层出不穷，最后是以半目这样子的棋来作为结束的，
看一下最后谁会获胜呢？挤这个，该黑棋，黑棋收，在哪里去走了一下，打掉，打这个，这都是黑棋的权利。这个他踢，白棋把这下走了。黑棋先收官，那么黑棋就可以走到这个利。刚才我们说这个利本来是走 不一定的，现在黑棋可以把这个利走到。冲，你说一目，还没有走，就继续去收你说一目的官。都是黑棋的权利。非常的细，这个棋立，现在立了，冲，走，白棋粘，这个白棋粘比挡一个好一点，就是这里断掉的话差一个劫财，那么有可能会有打劫的关系。228，黑棋是打了一个将，也是用掉这个可以延时一次。30啊，然后他是这个木他没说，他走了这一木，这也是一木棋。这个如果被挤进来的话，这冲一下的话，这个地方就要补两木，这也是两木棋，等于是跟你收一木是一样大的。粘上这个以后，黑白棋23啊，这里是打吃，粘上，而且把这个挡，这是全盘最后的一个逆收一目，他把这个挡掉。现在黑棋如果说是进来这一目呢，也是破白棋一目，但是就要打这个劫。这个劫我们可以看一下劫财，白棋这个棋死棋，肯定劫财就比较多，都各种的劫，这里也有劫，所以打劫的话呢，是黑棋打不过白棋的，于是黑棋就避免了这个变化，他去粘了，这个无关系了。打吃的时候再一粘上，好，这个时候就是白棋打一下，黑棋再粘上，这个棋的目数呢就全部到这里就全部收完了。对，全部都收完了，没有有目的地方了。刚才呢我们判断黑就是盘面七目，棋下现在呢也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也是白棋最后赢了1/4子，这个陀加西是246手是最后1/4子获胜，现在就是单关，最后是白棋，这个白棋收后，就是盘面七目。哎呀，这个棋看起来，整盘棋看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刺激吧，应该说，在布局阶段呢，这个黑棋获得了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实控的获得，整个1/4棋盘。1/4棋盘都把白棋吃了，结果白棋后来呢是其实去到这里的时候，本来形势虽然说白棋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脚步的这个状态呢，但是黑棋这个打入在这里的这手棋就是不是太简明，这个地方本来可以简明的收，利用之前的这个优势还是可以收赢的。当然双方在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这个攻防战。白棋的这个碰，从此呢这个冲，这几招棋都是非常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好棋，然后最后的这个开劫也是非常的果断，在这地方先制造了一枚劫财之后打上来劫，可以说这个地方打完劫应该是白棋要好一些了。其实黑棋这个棋应该不顶，这招棋不顶，比方说他打吃的时候我直接去做活，那么白棋也是硬粘上，那么我就可以粘上了，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出入的。哎，不过这个地方确实也微细的变化，他也不会想到这个棋白棋粘完之后会断了再打吃，而不去硬这个，这个地方最后就是白棋在这个地方便宜了两目棋，导致了这个形势的这个转机。最后是这里出现了转机的。
哎，黑棋这盘棋应该说长时间呢是占据了主动，因为黑下的也不错。虽然说这地方我们说这招棋有一些疑问，它明明可以脱先的，但是这招也是符合它的个性，就是要把白棋也弄断，然后把自己这个吃也很大，把这招补上这个味道。然后在这地方进行一个制孤，制孤的时候，白棋这个地方虽然说把黑棋连下了两步，但是还是黑棋这个飞出来之后呀，白棋还是要补在这儿。被黑棋这个头飞过来，然后白棋再在这个地方做活。总体整体的感觉呢，就是黑棋一开始一直调子都很好，调子整体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到中间的时候有一手这个棋，这招棋我觉得它是应该要反思的一手，就是有点着急了。其实这题以后比方说把白棋全部封住之后你再走还是可以走到的，但你现在先走就给了白棋这个点，白棋点在这儿，这个反击的强手，应该说两个人的各种转换腾挪，然后你来我往的这个棋都是看得人眼花缭乱的，当然也是非常水平很高的一盘棋。整体来说，两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点到这儿之后，黑棋这一反靠，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仔细的再去回味一下。靠到这儿的时候，感觉上这个黑棋，哎，好像是把白棋这个点给防住了，但是没想到白棋又从这个地方重新冲出来之后战斗，这个思路的转变确实是，也就是这种顶尖的高手他们之间就是这种转换都是很快速的，一个做判断之后什么图可以什么图不可以，马上就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战斗了，这些方面确实很强。这个陀佳希也是在这种方面，就是找到对方的弱点的这一点非常的有，是他鲜明特色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地方。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可以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整个比赛，就是这个中韩对抗赛。中韩对抗赛呢是美方五位棋手，中国呢是有陀佳希、范廷钰、陈耀烨，还有这个另外的两位呢是这个陀佳希、陈耀烨，然后还有谭笑。这个韩国的棋手呢是这个金智熙，然后这个崔哲翰，还有赵汉成。这其实中韩基本上都是清朝出动的精英，都是很精锐的棋手。整个比赛呢整体是非常好看的，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把中韩对抗的这几盘棋都好好的看一下，因为下的确实是都很精彩。这个中韩对抗一直是一个长时间以来都是你来我往的一个成绩，所以这一场呢虽然说陀佳希也输了，然后这一场中国是3-2不敌这个韩国，然后最终呢是双方5-5打平之后，韩国棋手金智熙跟范廷钰这盘主将战呢是范廷钰输了，然后韩国是以主将战胜而最终呢战胜了中国队。但是中国队在此之前的前两届呢都是这个获胜的，所以这个可以说胜负还明年的时候还是不一定的，这个棋还是很好看。两个就是国家呢其实一直都是属于这个非常接近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说哪一方就一定强或者是怎么样。但中国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队的棋手整体的年纪都是偏，就是平均年龄是要年轻于韩国的。韩国的很多棋手像赵汉成啊、崔哲翰啊，他们都是这个80年以后的棋手，而中国的像范廷钰是96年，谭笑也是90年的，基本上就是以这个90后为主的一些棋手在比赛。所以说这一点上大家可以以后继续关注，因为韩国队的那个只有朴廷桓他是这个93年的就是这个90后的年轻棋手。整体的来说中国队的这个厚度还是要比韩国队要强的，当然这个也是韩国方面非常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像很多范廷钰是96年的，然后这个95后的棋手还有98年的，杨鼎新他都已经拿到过李王杯的冠军了，所以说中国这个整体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就是要看以后他们韩国还会不会有这个新人再出来。这一点我想女子方面其实也是的，中国有九七年以后的这个于之莹，然后韩国呢是有这个98年的崔晶，他们两个人肯定将来也是一对好胜负的这个对手。
中韩女子和男子其实也都差不多这个状态，不停的就是你可以这一场获胜，然后下一场呢我们就要追回来把成绩再扳平，也是很好看的。那么今天这个期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